首届户外大型的素描活动 SketchUp 在维多利亚剧院以及音乐厅前的草坪举行，吸引了200多名的艺术爱好者参与。本地艺术爱好者聚集在维多利亚剧院及音乐厅外，以建筑外墙为题材进行素描展现创意。作为市政区艺术计划的一部分，艺苑公司和存艺博览会联合举办这场活动，希望重点介绍本地市政区，同时让参与者通过素描了解市政区标志性的建筑和文化。参与者还包括城市景观画家郑长格，以及来自素描组织新加坡城市写生人的艺术爱好者。参与者在活动结束后提交作品，而作品将在市政区网站上展出。公众可以上网欣赏作品，并且投票选出他们喜欢的画作。